嚟到肥坤频道睇肥坤嘅片。今日咧，我嘅位置咧就喺澳门嘅港澳码头，咁啊影一影俾大家睇下港澳码头嘅情况啊。咁啊，而家除咗工作人员喺度开工之外咧，就一个人都冇噶啦，已经系。呢度澳門政府咧有搞啲澳門嘅自由行咧，周圍旅行咧就喺度集合嘅，嗰陣時就比較人多啲。咁啊，澳門呢兩年嘅疫症關係咧，咁啊，港澳碼頭停開咧，咁啊，依一邊咧就幾乎咧就人跡啊絕少啦，應該係啊。咁啊，對面嘅停車場咧，而家就擺曬旅遊巴。咁啊，依個位置咧係賽車看台嘅維修站啊。喺度的士站咧，亦都係一架車都冇嘅。嗱，呢度係賽車看台嘅賽車維修站啊，而家已經擺滿曬嗰啲旅遊巴噶啦，咁啊停曬工啊，已經啊差唔多啲旅遊車重災區啊。鏡頭影住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大賽車嘅總指揮台啊！咁啊，依個位置咧就係澳門嘅水塘啊。咁啊，有一條健康徑嘅。好，我哋繼續行啊。嗱，依個位置咧就係。一邊是水塘，一邊是回力球，咁啊望埋咧就係回力球個後山邊啊，回力球嘅後山邊，沿住山邊啊。好，今日我哋就行呢個位置。因為回力球山邊都照樣大開土木啊！唔知整乜嘢啦，呢度開始。咁啊，依邊依間酒店啫，就係皇家金寶酒店。
睇個樣子似乎整條行山徑咁樣喎，有留級上山喎，可以。这个位置是松山隧道啊，咁啊，澳门市民啊，如果出国内啊，48小时内要验核酸啊，唔系7日啊，系2日啫。咁啊，琴日公布咧就已經啊，呢度驗核酸嘅人數咧就有好幾千人嘅啦，就逼爆呢度嘅啦。好啦，望翻呢邊手咧，呢邊就係中國嘅領事館啊。再行出啲咧，就係金蓮花。咁啊，依邊誒打疫苗噶，咁啊疫苗依一輪咧就人多打咗啦，已經個個都排隊打疫苗啦，個個都驚驚啦嚇。咁啊，依處係中藝館啊。前面呢個位置咧，就係解放軍駐澳門嘅部隊所在地啦。咁啊，依間係中聯辦啊。咁啊，前面係生鏽鐵，澳門人叫生鏽鐵啊。咁啊，係一嚿回歸嘅建築物。咁啊，前邊呢座學校咧就係聖羅薩英文部，咁啊以前咧係曉明學校啊，咁啊而家望上山嗰邊咧就係山頂醫院，咁啊依邊個地盤咧就係以前嘅大業別墅啊。
各位观众，下一集再见。